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古节目。不知道您是不是碰过一种人，他明明身体健康蛮好的，却常说自己身体不好，病很重。还有一种人却是罹患了重病，却硬说自己的身体非常健康，不用看医生。那这样的观念跟佛教所说的略带三分病好修行的看法一样吗？当我们遇到这两种人的时候，又该怎么办呢？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。通常的人有病就是有病，没有病就是没有病，这是不知道有病说没有病，这是正常的吧。而没有病呢，老是说有病，这种人也不是很多了。就是装病呢，就是怕有责任给他，就是啊，以有病呢作为啊，推脱。比如说这个古代的有一些读书人呢，这皇帝要找他们做官，他们就是有两种推脱法。一个呢，说我母亲年纪老了，需要我照顾，那所以我不能够做官。另外一种呢，说我的身体啊已经衰老了，不好，所以我也不能做官。我记得那个邓小平啊，在文革的时候啊，这个红卫兵在清算他的时候，叫他这个招供。他说我年纪大了，耳朵也聋了，这个我听不懂啊，我听不到啊，那就是装聋作哑呢，也好像是有了病了。像这种情形是蛮多的哈。不过平常的时候啊，是不是说没有病啊就说有病，我们说他是这种人叫什么装死，假病，这种人是不多的啦。所以我想问这个问题的意义啊，有，但是呢并不是很重要的。但是在每一个家庭里面都可能呢又会发生呢，并不是说常常会这个样。偶尔呢早上起来的时候不想起来，这个为什么不起来呀，我头痛，很想多睡一会儿，为什么早上不起来呀，啊我今天不是很舒服。是不是真的不舒服呢？不一定，就心理上啊不想去，就是啊就讲不舒服。这个像这种不舒服的事情很多了，尤其是我们在打禅期的时候，打坐的时候啊，有的人呢并没有病啊，就是因为打坐的时候坐得蛮不舒服的，就要给我告假了，说我今天呢啊很不舒服，我在上山以前呢就是有一点不舒服，现在我还是很不舒服，我想回家了。那么这种人我们也没有办法证明他没有病，那既然有病呢就让他回去。他的其实有病吗？他回家以后啊又去看电影咯，又去打球去了，又去找朋友去聊天去玩去了，他并没有病。这是呢借一句这个有病的这个借口啊，他想要逃下山去，就是先不想打坐了，不想打禅去了。这种就是怕负责任，所以就装病。这种好不好？当然不好。我记得呢，我有一个学生呢，参加我的禅期的时候啊，他这个不习惯，年纪也不小了，已经有60多岁的人，他坐了两天呢，他心里头想要回去，可是他告诉他自己，他说我是某某人，也会装病回去吗？
他这么一想啊，他就不好意思走了。我是某某人，也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吗？哎，这种想法马上就没有了。也就是某某人，就是自己啊，以自己的人格担保，以自己的啊这个信心来担保，那这种问题就没有了。另外有一种人呢，常常说的没有病，没有病，的确是他不知道有病。那有一种人呢，他们是有病啊，可是呢，医也医不好，那干脆就不要医了。就说人家问他有病吗？没有病，那也，你既然医不好的呢，就说没有病也没什么关系。那么既然医不好，你就把它当成没有病来看了、这个是最健康的一种心理。如果说你根本没有请医生看过，你也就怕请医生看了以后呢，说你有病了，你就麻烦了，你心里都没有办法承担你有病的这种事实，所以是你不希望说你有病，也不愿意去看医生，这个叫做讳疾忌医，这个是有危险的。就是看一看病呢、是不是严重或者是不严重。有的医生呢，这是吓唬我们的，这个医生不管是中医西医啊，都会吓人。那有的医生呢，这个不负责任，就是说哦，你这个病哦，如果不怎么样不怎么样，你就很危险了咯，不一定的。但是呢，他讲这种忠告也可以说是好心，可是呢，对于一个病人来讲啊，被他吓死了。所以很多的人呢，不愿意看医生，不愿意去面对啊自己有病的这种事实，这也是不好。如果就是说要怎么就是怎么吧，我们学佛的人呢，是面对所有的事实来接受它，然后处理它，然后就不管它。能够医得好，那有医啊；医不好，那有什么办法？你看病有希望，你不看病也没有希望。那你知道有病了，那你心里一种坦然呢，来面对它，那就觉得很愉快，也不一定说你的孩子病就会死掉。阿弥陀佛。